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，此刻我正在新加坡。在本期的视频中，我告诉大家新加坡哪里有打印店。那栋楼，蓝色的那栋楼里面是一个商场，那个商场的二楼就有打印店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我给大家拍一下这边的一个路标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里 East Coast Road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东海岸路。那个楼叫做 Carlton Shopping Center， 卡通购物中心。那个二楼就有打印店，那么我现在带进去看一看，给你们展示一下那个打印店。哇，好远呀，我要去那边的话必须要过那个天桥才能够到那边。这个楼是不是很熟悉啊？我前两天给大家拍过，那个时候拍的时候是晚上，这个是它白天。我现在准备进去了，因为处于疫情期间，我必须要先扫这个 Trace Together 一个追踪软件才能够进去。我现在就扫一下。现在已经到了二楼了，这个就是它的打印店 Photocopy， 打印店、复印店就在这里。上次我来过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商场。之前在前一期的一个视频当中，我给大家介绍过。这个就是它的打印店。可以看到它的价格是，这个是三分还是三毛钱，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什么意思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